以西结书第十三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讲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讲预言的先知，对遐照家己的心发预言的讲，恁着听耶和华的话。三节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戆的先知有知的啊，因对家己的心意，并无看起一项。以色列啊，你的先知亲像爬远的所在的狐狸，毋捌上去破起的所在，也毋捌为以色列家围一个墙，互因长野坏日子伫战阵徛会条。六节，这些人所看起的是虚假，是白贼的占卜。因讲是耶和华讲的，其实耶和华并无找因，因颠倒乎人妄望迄个话会应验。恁敢毋是看起虚假异象吗？敢毋是讲白贼的占卜吗？恁讲这是耶和华讲的，其实我无讲。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，因为恁讲的是虚假，所看起的是白贼，我就甲恁反对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，我的手要攻击遐看起虚假的异象，用白贼占卜的先知，因的确无立伫我的百姓会中，无记伫以色列家的人名簿。也未通入以色列地，恁就知我是主耶和华。十节，因为因诱惑我的百姓，讲平安，其实无平安，就亲像有人去抢饼，因颠倒用未泡透的花水抹，所以你着对遐抹未泡透花水的人讲，像要倒坏，没有大雨淹过。大鞭炮啊，恁就降落，狂风也要吹你这个墙，这个墙倒坏了后，人敢无问恁讲，恁抹未泡透的花水伫倒位啊？十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，我要大生气，予狂风吹你这个墙，伫生气，予大雨淹满。各地大生气，买了大鞭炮，毁灭这个墙。我要安尼拆毁恁迄个未泡透、未水所抹的墙，拆到平地，地到地基露现，墙要倒坏，恁也要伫迄中间灭亡。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十五节，我要安尼硬墙，甲用未泡透、未水。抹墙的人成就我大生气所定的，也要对恁讲，墙甲抹墙的人拢无去啦。这个抹墙的，就是以色列的先知，因基亚罗撒令讲预言，为着这个城看起平安的异象，其实无平安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。十七节，人子啊。你就面向百姓中，对家己的心发预言的女子讲预言，攻击因，讲主耶和华安尼讲：这妇女有灾厄啊！因为正人的手巧，天靠点，甲悬的矮的人做砍头壳的头巾，为着要抢人的性命，敢讲恁要抢我的百姓的性命？为利益家己，将人救活吗？恁为着两百大马，为着骨力地饼，在我的百姓中亵渎我，对爱听白贼话的百姓来讲白贼，杀死无应该死的人，救活无应该活的人。二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反对恁的靠点，就是恁。所用来抢人，予人的性命，亲像鸟飞去的，我要将靠垫对恁的手拆起来，
偷帮恁所抢，亲像鸟飞去的人。第一站，我也要拆离恁遐个头巾，救我的百姓脱离恁的手，无阁受抢，落伫恁的手内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我无予异人伤心，恁却用白贼话予伊伤心，阁坚固歹人的手，予伊无越头离开歹路来得到我。恁就袂阁看起虚假异象，也袂阁行占卜的事。我要救我的百姓脱离恁的手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